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发，始终都系屋企最安全。好在走得到咋？太迟啦！应该一早维修斜坡，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。暴雨之后亦要清理排水渠，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。仲有啖安乐茶饭食添。保养斜坡，保障生命。